可以啊，我刚刚最后一名啊，我刚刚跟你们一起。哎、欸，你讲清楚。不会啊，你还有一圈吗？刚刚说的跟我们一起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你们都最后一名，我不要跟你们一起，讲超清楚的。你还有一圈啊，你还有一圈啊，还有一圈可以啊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我知道，我都没有偷看你啊。收到吗？我一定要成功哦！这不影响你拍照，对对对，没关系，好。他现在很像一个老人，你知道吗？什么都不能做，你都要帮他这样。谢谢，请特务出去晒太阳。等你晒完这一套，我们就带你出去晒太阳啊！哎，这个视角都看不清楚哎。哦，好痛！哎，注意，我饿了，我饿了。强，好厉害哦！你现在是倒数第二名哎。没有激励到，没有激励到，朋友们。哎，好，超过我嘞！这很过分。搞什么啊？撞他！不行，撞他不行。方方正正。你不撞他，那就是他撞。哎，对不起，撞了。哎，不，没理由啊，二十二名走嘞。不行啊。哎，他能丢到我头？不会。怎么不会？怎么会差点？结果，结果，有起色，有起色，观众朋友有起色。21好屌哦！有起色。你不要这样，我看不到路。我在哪里？我可以回来，我可以回来。我变23名了。不会，没关系，至少你不是跟我们一样最后一名啊。也是啊。哎，因为也是这么快吧。哎呦，刚才。可以，这弯道就是决胜时刻。哎呦，二十，好简单哦。哎，不要，这不要滑，可以，哦，20哎，强，屌哎，好，下车，简单，来150哈，150，哦，哎，好好玩哎，是不是？那我们这一趴就玩这个好了。这个方向盘很厉害哎，很厉害，它都会那个有那个拉扯感，很酸呢，有拉扯感。哎，我还想说，哦，不过就是个赛车游戏，哇塞。我的机械人快复发哎，太夸张！你刚刚玩完，然后现在手都长茧了吧？对，现在才长茧，夸张。好啦，我们这把其实还要是不是要一直赛车啦？没有错啦，我们要来那个接那个许久没接的那个战神，好吗？不好意思，这位监狱达人，嘿，不好意思，我又突然变李小龙了。所以我们现在要 set up 一下机器，对不对？对，那在这期间呢，我们就来好好的练习一下监狱好了。你一直都在练习啊，就算人家现在。你那个刚刚广告你都在练习不是吗？哎，我觉得很好玩哎，我刚休息时间都一直在玩。有啊，我看到你很认真啊。真的哎，因为赛车游戏我也是蛮有兴趣的。你很厉害。不瞒您说，我以前也是花过蛮多时间在玩赛车游戏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啊，尤其是那种大型机台有没有？真的。不是那种头文字 D 吗？哦，哎，我都有玩那个机车的，然后超压车那个。哦。旁边有小孩在看，就故意用车尾巴挡他，他在旁边看。真的怎么搞啊？头打过去。对啊，我以前花很多时间在玩。真的。对啊。
蛮好玩的。我觉得有那个东西真的是很帅，在家里绑一个超爽的。赛车迷就会想要买它回家玩。真的哎。只是这个没有在玩的时候，真的是蛮大、蛮占空间的啦，蛮可惜，也不能坐在上面看电视，因为不舒服、啊。对，因为不舒服，那个很窄。其实真的赛车也好像也是蛮，久而久之上面就会丢很多衣服啊，包包。对对对，他说：“哎、欸，那袜子还要挂在方挂在方向盘上面这样子，那个置物柜。”夸张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玩战神了。战神接力，很久没有战神接力啊。所以在我们今天玩之前，其他。节目还没有玩任何战神吗？我不想。礼拜一没有。卤蛋啊，没有卤蛋没有，卤蛋我不知道没有，可是我们没有。OK。我们玩那个。也没有。玛丽派对。大家都没有。没有没有。是为什么不玩？赶快把它玩掉啊，对不对？不然是监狱达人也要主持吗？嗯好。没关系啊，反正等一下你接战神，他玩。哎好。他玩监狱啊，没关系。可是今天我没接战神。那我就可以先下班吧。坐好坐好。山里。Shiny, shiny, shiny. 哎，你怎么都讲韩语啊？真的很不简单呢。而且监狱有分很多材质，你知道吗？还有那种很贵的万把块的监狱。我朋友他的监狱是特制，然后也是好像很贵很贵。然后他这颗球是一个那个宇宙的图案。可是他那些球的。重量跟什么没有规格统一吗？应该是有，我觉得是有，应该有，可是有一些会，可能就是它也是有标准规格的多少重，多少重。对对对对，而且我朋友的监狱比这个还大，再大一点。我觉得要翻转过来，厉害，很难的哟，真的很难，我会玩到超气，小米。中年，这真的是自虐 game 哎、欸，真的。可是如果你学起来就很有成就感、啊。真的啦，哎、欸，你的大名很顺哎、欸，你真的是老讲的像是一个人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大名管教、欸、老屎爱大名哎、欸，我爱民爱人民，就老屎爱大名。好，他们在 say 啦，我马上就要来玩战神了。是的，好啊，在这个阶段，你们就先看一下监狱达人在打监狱啦。已经剩15分钟，15分钟也是可以过一关了。差不多。接一个关。水哦，开始啦。对、yeah。交给我吧。好的。三塔莫尼卡。帕拉蒂，干嘛？掉了。哦，敲断手了，这样。太夸张。载入的嘞。应该就是这个了吧。PM 9月16号。9月16号，对对对，那应该是那个。啊，最上面啊，来不及。没有没有，最上面是8月。哦。嗯。小敏。啊，是最上面的，他们说。中明，那完了，要重选了。再读一次，没再跟你客气。我要来举剑，这是干嘛？请问一下怎么开？举剑，按那个中间那个。哦、离开游戏吗？小明，走。你好像被处罚的学生，你们老师站在旁边，然后列你的大中小明。最上面16。真是怪咖哎 ，OK。前面有一个没穿衣服的人，真的，那我先会会他。喂，队友是不是？我是队友啊。哎，是吗？是啊。他身手矫健哎。Thank you, Kratos。哦，他是潘朵拉哎。哦。啊，所以他是从盒子里出来的吗？哇，他好正哦。原来潘朵拉长这样。屁，他挂了一抹鼻水，是不是？
没有音乐是好怪。嗯，我有了。我你们演奏一首《监狱之曲》。给谁？我是不是怪物？怪物哪有长那么正的？Kratos 不想屌他。怪物有腰这么细的吗？真的有啊。腰瘦。有啊，狐狸精。喂，刀子差点抽到眼睛了，太危险了吧？只要我落在我的血染之王，为什么他们要奔了？吓我一大跳！直接这样开，完全不管门把之类的。那是谁？他爸爸？火神吗？火神，他老贝是火神吗？对不对？赫菲斯托斯吗？赫菲斯托斯吗？这个乱讲。他看着他老爸这样死去，他竟然没有哭哎。可能眼泪早已流干，因为他看到我手上拿两颗凤梨。然后走过来说：“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是凤梨妹吗？”啊，出了凤梨啊！哇塞，天神拳！超棒一个踩，搞什么呀？哎呦，好猛哦！哇塞，哇塞，一个熊抱哎！真的，先吃豆腐再杀人。真的，最爱吃。什么啊？我不知道。哇塞，通天神拳！哎呀，我有点忘记怎么玩了。等一下，太久没玩了，对不对？通天神拳，踩！哎呦！哎，他们怎么直冲过去就这样？对呀，真是，还不烤死你！快！哼哎，他露捏捏。是假的，没看到可惜。你看他的捏捏是，他是穿薄纱性感内衣。对。对啊。他露出他的。血腥。夹。夹，这地上有什么东西？哦呦。哎呦哎，干什么啊？轨道车啊，你干什么呀？很耐耶，那个指甲刀。欸，不要这样！哎 ，no！ 为什么？因为努力耶。不要！哦，哎。马瑟。哎，不要！哎，怎么一个地方小怪就快搞死我了？怎么回事啊？好的呢，走开啊！哎，走开！哎，走开！又破图了啊！别！哎，对不起，按了什么？你是太激动了。我太激动了。就是拍照模式是怎样？我没有拍照，我没有要拍照，我没有要拍照。怎么关掉？喂喂，还调滤镜怎样啊？喂 ，Instagram 啊，能不能帮我拍个女装秀一下？傻眼呢？怎么那个？隐藏啊？哎，选单选择，哎，重设。哎，怎么进来这个？哦，这个滤镜不错。怎么？没有艺术感觉。怎么弄出来的？傻眼呢？咔嚓，体感。选单选择啊，那个方向。就选这个啊。没有啊。哎，别闹哎。哎。没有了哎。哎，很难捉摸哎。哎呦，我都要死了，在那边闹啊。
手电筒怎么照啊？你问他先找函数。妈，先找函数。哎呦！你想知道我就啊？这个还不行。哎呀！集气吧，我记得昨天怎么集气吧？等一下，按住三角还是什么吧？我在干嘛、啊？救命啊！我昨天中午在干嘛、啊？等一下，我不知道我在干嘛。观众气死了。现在如果观众没有在看镜头，就是说，杰林哥会不会打、啊？白痴哦、喔！是怎样？没空。走开，马瑟。我会死。怎么换？安住！快点！哎，我都不会补血，那我不就死定了吗？对啊，这么多怪哪打得完啊？真的是打不完呢！走开！哎，走开！我真要死。我挂了。没差，没差，没差，在那光滑的路上挖，没差。努力哦！再一次，我知道手电筒怎么用，他们死定了，照死他们了。哎，可不可以跳过？不行啊！要重来。啊，气死人了！哦，开始。来。哎呀，这个伤害力有问题。等一下，其实你是在跳太快。不要紧张啊！难用。哇塞，一个通天啊，九天玄女。来，可以。这你要飞到哪里去？你刚刚是在空中跳彩带舞之类？真的哎，不是蔡依林。离开了，拿一根葱不知道在干嘛。不，完了，我要拍照了。啊，我照怎么掉？我盾牌拿拳头啊！哎呦 ，OK， 走开！一下要拳头，一下要那个手电筒，走开！哦，我是恨透了，哦。好气啊！那鬼！我比夏天的蚊子还烦呢。马瑟啊！别！我知道你的意图。别！我是。
屁啦，他这样一直到就饱啦。这什么毛病？为什么会不起来啊？我有什么办法让他起来呢？钩子，我们聪明的。狗钩子上，刚刚那个这个，你给我一下，你烦不？哦，可以了。真的打不完，真的打不完。哎呦！怎么这么多？这关是打不完。我到底主要是要打那个拿镰刀的，还是要吸女鬼？我都不懂。哎，完了！我打地鼠，打地鼠。你跟我开玩笑吗？这打不完呢，没关系，再撑一下下，你很快就会赢了。哇哦！哎，不是啊，那个镰刀哥打不死、啊。应该就是一直打就打到没有，因为怪又不一样了，只是打不完而已。不要了，算了，这什么毛病？把你的牛头啊！把你的牛头啊！可不可以加个血啊？加了。哎有哎啊，太好了，对不起。耶、yeah! ！可以可以，我可以，我可以，我补血了。Oh yeah！ 哎呀，我看到了。我可以了，我驾轻就熟，我现在拳法达人。你手哎，那个女生怎么又来了啊？我打镰刀，我觉得镰刀比较好吧。他要钻了，他要钻，他又钻了，这哪死？哎！我真的勾不到他哎！其实我之前我们在开始玩战神，我就一直很想问哎，到底是我们难度调太难，还是我们玩这个真的太用烂？可是卤蛋一开始就调，因为像卤蛋就玩很快啊，还是真的是应该怎么玩太烂？还有些卤蛋真的有差哦。因为你们都是一就是过一个礼拜才要接，过一个礼拜才要接，可能那个手感没办法瞬间，它都是连续天数开。哇塞，真的好爽啊！有啊，天外飞仙。哎，好好，可以，下面有人。
哇，一个折啊！哎，好了好了，哎，可以了可以了，我觉得这个打完应该结束了。他们说，那哎，他们有在打。我打五点说，哎，十点哦。就想打完这边，我不打，就我根本今天完全没进度啊。对啊，啊是要找时间拉啊。不是打完怪了。也是哦，你要出。你要找时间拉。嗯嗯哎，嗯哎，会不会？别闹！不要弄我！没变啊！伤什么东西呀？我又没变啊，屁的！哦，所以就是要打闹哎，所以就是要打完嘛。可是不行啊！来，你们先走，你们先走。我收尾，我收尾，大哥紧张。继续来，我帮你控那个摄影机。我帮你拍的，拍他。全都很猛。哎，完了，敲死了！我没有补到血啊。真的哈、哦，按下这个吗？可是镰刀割不出来啊！哎，谁抓我的？两万加三角，真的，啊、嗯。不那个呢？那个？倒不下。我被转死啊！真的哭，真的要哭，我真的要哭。我打不到他。不用生气吧，这游戏是怎样？而且为什么你的脸出现了六探？你看你出现了小小兵哎、欸。不嘛？为什么？哎、欸，我也想，我想玩。走走。为什么会有那个头出来？该不会我刚刚玩一半都一直是那个头吧？不知道。差不多该下班了啦，差不多该下班了。差不多该下班了吧？哎，卤蛋拿掉，你不开心，整天给我吵的。哎，我打不了了，给卤蛋打了，受不了了。啊，我没差，我不差。我不差，我不差。在光华的路上，我不差。好，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里结束。差不多该走。今天要感谢那个实在是太远了啦 ，Xbox One 对不对？赞助播出 ，Xbox One 跟魔杀六啦，今天是就提到那个赛车的那个比赛，大家可以挑战一下。希望台湾人可以多一点人上榜。对啊，因为我觉得台湾厉害的赛车游戏玩家，因为台湾的标仔真的是有够多，只是没地方标。不是，台湾的那个赛车游戏电竞强的应该很多，应该很多，但是没有机会晋升。趁那个时候可以把我们那个头衔露出来。没错，还要感谢当然老玩家 Kingston 还有海贝赞助播出。那今天节目差不多在这边结束了，谢谢大家。请继续收看那个木曜时超玩，大家拜拜，拜。